黄毓民议员，港共政权与民为敌，特区警察声誉沦丧。2014年9月26日，专上学生联会和学民思潮在罢课运动的最后一天，到金钟添马南重夺添马南政府总部外面集会，其后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在台上呼吁集会者重夺政府总部外面的公民广场。策划行动的黄之锋、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和副秘书长岑傲辉因此被警察拘捕，羁留在警署，直至到高等法院指出警方拘留时间不合理地长，向黄之锋颁下人身保护令，并要求警方对周永康、岑傲辉作公平处理。三位学生领袖在警署被羁留超过40小时才获得释放。警察滥捕学运领袖和无理长时间的拘留激起港人的义愤，数以万计的群众从四方八面前往金钟天马南包围政府总部，向这个打压民主自由的特区政府抗议。一场波澜壮阔的占领街头运动展开序幕。特区政府拒绝回应集会群众对公民提名和取消立法会功能组别的诉求，反而不断指责和强调集会群众阻碍其他市民的日常生活，推卸触发占领街头运动的责任，为自己的专权开脱，可谓无耻之有。为了驱散集会的群众，特区政府舍正路而忽悠，竟然调动大量警力，使用过度武力对付集会群众，主要还是年轻的市民和学生。但是集会群众众志成城，一而再再而三抵挡了警察的进逼，期间保持和平克制，没有使用暴力。本席必须向连日来参加占领运动表现理性克制的学生和市民致敬。本席亦都要藉这个机会强烈谴责港共政权与民为敌。9月28日，警察封锁前往政府总部的道路，同时出动防暴队准备驱散集会群众。本席当时都在现场，警方傍晚在干诺道中、金钟道、中环大会堂、遮打道一带，向并无手持任何攻击武器的集会群众发射前后87枚催泪弹，在人群中发放这个催泪弹，随时是会造成这个集会群众的恐慌和混乱，酿成人踩人的惨剧。梁振英曾经在2003年的行政会议中建议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驱散反对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集会的市民。11年后的今天，梁振英没有吸取董建华和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下台的教训，身体力行正式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对付争取普选的市民，终于激起滔天民愤，令街头占领运动在旺角、铜锣湾和尖沙咀等地遍地开花。街头占领运动期间，梁振英不敢公开露面，只是在亲政府电视台接受访问，表示信任警方的专业判断和训练，施放和这个所谓停放催泪弹是警方现场指挥官的决定，但是他自己都参加了整个形势的决策，并且说作为这个政府首长不应该介入警方的现场判断。梁振英企图置身事外，其心可诛。以梁振英为首的特区政府与民为敌，不惜动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对付和平示威，日后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10月3日行旺角亚加老街，
和彌敦道交界處出現大群流民襲擊集會的市民和學生，殺聲震天，到場的警員竟然坐視不理，甚至護送施襲者離開現場，更以阻差辦公拘捕部分受害者。保安局長黎棟國在10月4日表示，當日被捕中有8人具有黑社會背景，即使黎局長嚴詞反駁警方縱容黑社會和黑社會合作的講法捏造事實和嚴重指控，但是警黑聯手從那日開始已經成為香港人的套版印象。警察自從70年代廉署成立以後努力建立的正面形象，在這2個星期幾乎是蕩然無存。本席將會在10月2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要求政府向公眾交代追究責任。10月4日的晚上，一批示威者衝出10月14日的晚上，一批示威者衝出金鐘龍和道，並且一度成功佔領，架起多重路障。翌日凌晨，警察重整隊伍後開始清場，拘捕45名示威者，有份參與佔領運動的曾建超，雙手被綁上索帶後被6名警員拉到天馬公園暗角群毆4分鐘之久，整個過程被電視台記者拍下，片段在網絡瘋傳，更被外國媒體廣泛報導，警察的所作所為做法同流民無異。根據香港法例第427章第3条括弧1，公務人員或公職身份行事的人，無論屬何國籍或公民身份，如在執行公務或本意是執行公務時，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蓄意使他人受到劇烈疼痛或痛苦，即犯施行酷刑罪。第3条括弧6，任何人施犯施行酷刑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判終身監禁。對疑犯施行酷刑是犯法的行為，執法者目無法紀，可謂罪加一等。保安局長黎棟國在16日表示，有關的部門已經跟進事件，並且會作公正的調查，而投訴警察科亦都收到相應的投訴，會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作出處理。涉事7人已經調職，這個是局長說的。酷刑是嚴重的罪行，警務處沒有即時將7人拘捕和停職，但是翌日呢，在民意壓力之下才不得不將7人停職，這種欺善怕惡的態度和他的主子梁匪鎮英可謂一以貫之。特區警察背棄除暴安良的精神，兵察繽紛，淪為徹頭徹尾的法西斯。法西斯警務處長曾偉雄必須下台以平民憤。主席，講到這裡呢，即係因為我聽了很多啲議員講嘢，我都排到最後，不過黃國興又要後過我，係嘛？不過我講嘅嘢咧，啲好難有機會俾你有委入嘅。不過啲建制派講嗰啲嘢咧，老實講，只會令到大家對呢一個議會即係更加失望，係咪？當然有啲民主派議員我都不敢恭維，但係我剩低幾分鐘嘅時間，我真係冇辦法即係去逐一去批判呢啲人，係咪？話你有幾交你就有幾交，係咪？例如民建聯嘅主席譚耀宗，竟然引用利物浦嗰個會徽上邊印嘅，同埋佢嗰首會歌《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嚟去撐啲差佬，結果琴日一講就俾啲利物浦迷咧就譴責佢。呢啲利物浦迷唔係淨係香港啊，主席，外國都有啊。喂，喺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嗰日，大陸掀起神州巨變，學生爭取中國民主，係嘛？一場波瀾壯闊嘅運動展開。同日喺英國，亦都發生一場球場嘅慘劇，96名呢個利物浦嘅球迷係嘛？即係喪生。警方經過一啲調查嘅時候，即係對呢一啲所謂利物浦嘅球迷
同埋個家屬非常之唔公道，又係動公憤。當時係戴卓爾夫人執政，打壓工會運動，係咪？所以你講呢首歌向警察致敬，喂大佬啲利物浦迷一諗起，即係八九年發生嗰件事，要到2012年，而家呢個首相公開道歉，係咪？為當時嘅警察嗰種惡行，喂你走去抽水。大佬啊，你咪話你有幾交就得幾交咧？個副主席仲離譜，成只癲雞咁，係咪？言不及義不但止，即係用噏物，係咪？有咩理由話曾建超係暴徒咧？請問講唔講道理嘅？曾建超俾六七個差佬圍毆，佢變咗暴徒，又噏得出，係咪？即係講講下，見到你啲有咁嘅友咧，就火都嚟埋。梁志祥仲好笑。黃飛鴻嗰把遮係武器，係嘛？你睇過關德興、李連杰都有用嘅把遮，關德興仲慘，嗰把遮爛咗添。同阿石堅打嘅時候，唔好咁啦，大佬，俾啲水平人哋睇下啦。啱啱走過中樹根，喺個 Facebook 鋪張相，喂，越戰嗰啲戰豪，喂，我哋陰人嗰啲啊，嗰啲陷阱，佢當係嗰啲所謂佔領運動嗰啲人又做過呢啲喎，一模一樣，我偷人哋嗰張相喎。喂，大佬啊，你有冇白痴啲啊？你建制派嚟噶嘛，好巴閉噶嘛？你要為警方護航，你都有啲水平噶，大佬垃圾狗屎一大堆，我要數仲大把啊！黃國興，你一陣聽住啦 ，OK？ 不過冇時間，主席，我哋俾一個機構嗱，呢、這個我想局長你聽嘅，你作為保安局長，我同你講啲理論。其實嗰個都係實際嘅，即係經過好多國家演練。咩叫國家基本任務呢？阿黎生，你知唔知啊？啊，中國嘅政治哲學，古人話：國之大事，為治以用。治咧就係制治。我哋唔講呢個係用一個道德嚟去規範人嘅行為。用咧，用現代嘅話嚟講，係包含兩方面，英文叫 security and justice。安全是對外的，就是要有軍政，公道是對內的，就是警政。你老人家現在是保安局長，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這些東西、OK? 無論軍政、警政這些所謂國家基本任務，它都必須有一種權力去執行的，而這種權力一定是一種強制性的權力，但是這種權力是有界限的，主席不能夠漫無界限，不可以有添加任務的。對內維持公道，即係維持社會嘅秩序嘅警察喺執行權力嘅時候係有界限嘅，佢係一種消極嘅權力嚟噶，唔可以事前壓制，只能夠事後防範。即使你事前喂你，即使你事前有防範，防患於未然都好啦，你都一定要有一個前提，以不侵擾人民為優先，不損害人民嘅基本權利。唯一個大前提嘅 ，OK， 但係你唔係啊嘛，你而家啲警察喺執行呢一個所謂任務嘅時候，維持治安、維持安定嘅任務嘅時候，你係已經逾越咗嗰個權力嘅界限，同埋你有啲添加任務啊嘛。今天一定要追究呢87枚催淚彈係點樣嚟嘅，我啊梗係唔會同意湯家驊所講頭嗰20枚催淚彈係可以接受嘅。如果咁嘅話，我就會問阿湯家驊，佢嘅黨友曾建超係咪俾六七條差佬圍毆，咁係咪第一二個打佢嗰兩個咧，佢就可以接受咧？咪呢啲邏輯係笑死人噶嘛！你不能夠有添加任務，不能夠逾越嗰個權力嘅界限，呢啲係通識嚟啊，局長啱唔啱啊？是不是即是跟你講的是浪費氣的，講就講，是不是即是可以幫689做得嘢嗰啲人全部都是廢人嚟嘅，個個都係講喺度講公道自在人心，公道自在人心唔係你哋呢啲人講的嘛，因為你係毫無公道的嘛。主席，其實我睇翻咧啲議員嘅辯論咧，嗰啲水平咁高咧，當然呢個高咧就要加個引號嘅，主席 ，OK。我就想起我教啲學生辯論嘅時候咧，提到一種叫做巧妙嘅理論魔術。你老人家我係認為最擅長嘅 ，OK？ 但係你嗰啲黨友咧，同你係爭九班。最巧妙嘅理論魔術就係話，從好多正確或者近似正確嘅論據，引申出不正確嘅結論，係咪？喺呢個議事堂上咪係咯，阻街啦，妨害社會秩序啦，影響民生啦，呢啲係正確近似正確嘅論據，但係引申出一個錯誤嘅結論，
係咪？就係呢班人係應該打靶，係咪？政府係做得啱，警方施暴係合理，係咪？但係你水平低啊嘛，大佬，所以你呢啲咁嘅所謂理論魔術，係咪？係完全無效嘅，係咪？因為水平極低，係咪？今日到咗呢個地步，主席，我必須要講嘅就係，我係繼續會支持啲和平示威嘅學生 ，OK？ 黃國興議員。